也感谢各位朋友你们的一个参与哈，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。那最后呢，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日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的活动很精彩啊，看到大家都准备好了哈，大家一起齐祝幸福，齐祝快乐，感谢大家，祝大家，谢谢。